来到最后的尾声了，然后超安静，有忍者龟，那比例长得蛮怪的，头很小，乌龟的头很小。那个我们今天有带我们的啥？大家有喝到啤酒吗？好喝吗？想听看看台北的观众跟台中的观众品味对啤酒的品味有没有落差？好喝吗？哇，黏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有带几个商品来，就是一个是我们的专辑，然后一个是我们的 EP， 然后呢，今天两个一起买也有 combo 的价格，然后我们也有三个海报，好，然后今天我有答应，只要有买预售票，然后写信来飞车的都可以免费拿一张海报，好，但是要写信来的才有哦，好，大家要摸摸自己的良心，好，那不然等一下到外面我有建立一个简单的名单，所以如果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的话，你就出示一下，你有传讯息给飞车，你就可以拿一张海报走，可以吗？好 ，Let's go。
心情好的一首新歌。好，这是最后一首 Last One，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迅速的介绍一下乐团的成员。首先，超级港都风情的萨斯风手浩廷。Coming home.